有点深，但是绝对近卡，麦松试一次嘛。里面先黑到了双坦，但是好像伤害还可以。A 梦这个点击率炸掉两个人，哇哦！感觉这个好像跟 EMP 没什么关系啊。A 梦是自己地理进去，他那个电磁脉冲其实只黑到双铁盘，加了非常多的大招，但是在这个乱战中离开倒地被一拳全掉。是的，交了非常多大招。但是又是 A 梦炸双斧 ，Double Kill， 猎人队的团战就是第一时间劣势，没关系。只要这几个会杀人的还在，第二时间都有可能突然扳回来，尤其是 A 梦天花板，已经耗甲了。那包裹直接冲破阵，又炸死了这边 CPUB 因为有个后续的发挥，就是包裹的一个排场。哇 ，A 梦这边要炸去两个，开两个，硬牌这是真是硬牌。是的，就那可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是换掉了一个离开，哇又换掉了直播，这没用啊 ！A 梦这波拍四个，拍三个。双方黑百合的对位 ，Megan Jack 一枪收掉，第二是两枪，一枪收掉，不要了，再一枪打的，就来到尾键，跟辅助有点难以联动，还跟两个关键枪双补。北海这边拿了一波双杀，但是两边是二光二，有没有被光杀残局？培根杰克啊，漂亮，摸到车，撑不了这么久，队友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，艾琳非开不可的时候开出。黑了三个人，离开这边被收掉，后续的一个亲人怎么？哎，车这边的话要有人碰一下，金木这边看到这一直接完成了一波双杀，哇，直接过来真的是这么狡猾，但是 Neptuno 自己也狡猾掉了下去。哇 ，Molly 今天第二个睡眠针，刚刚睡了一下 Rio， 现在又睡一个艾琳。这一波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开射出来，但这个胜应该是纯粹的防守胜，地面上抓不到对面任何的人，这边 Smith 又是被 Molly 已经完成了视觉的辅助，这个奶量加起火。原本以为小林有很恐怖的输出空间，不过他还是倒地了。Architect 后方的干扰，反制炸弹粘到了吗？又是离开，又一个脉冲炸弹击杀掉 Something， 极速是给到了 Aiden， 这个是保要选择快速清场。看起来，有位第一波点没有炸，还是要进。哇、哦，离开今天的枪。出刀，找到那边的火龙，漂亮！阿达瞬斩，哇吼，干干净净，真是好刀！是阿正，看这力不会不会考虑直接先手放顶，还有后，但是金木直接补炸，金木的个人名现在都被黑了，金木要重拳出击了吗？对，阿达也被黑了，这一波你看的小黑非常到位，力不没有机会放弃的黑麦冲，这一波有人扣刀，但车兵能扛很久啊。而且这边肯定是要打 A 点整场战的，下一波力不，但是没有火力弹幕做配合，所以看一下上轮这波反场要怎么打，还是说放了？是，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在于说，他其实有机会，哇，超远距离，这个位置要想办法拉火，否则没有办法打的。